场啊，像你们有带小朋友去啊，是个很棒的一个地方。头城农场，哎，嗯，对，看到没有？头，哦，螃蟹和我头城农场呀，从这边进。都可以现买现炒。这个要冬天的话，海浪都打到路上。像明天台风进来的话，海浪一定都打到路上了。看明天要不要再来一趟？在这边看浪，哎，看看浪啊，打到你车子都会翻过去，我告诉你。东升，东升不是休息的，好像没有吧？我住过好几次。啊，现在好像是这个，对啊。它本来不叫东升吗？叫什么？最早期叫，它还没有开幕，快要好的时候。带路团来住，台东花莲更舒服，台东花莲的太平洋。